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怎么突然回来了？那边的所有问题呢？都解决了？我怕你一个人在这儿会发生什么事情。我的事情都已经告一段落了。这次突然回来，有没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想我呀？我很想你。那你不走了？不走了。嗯，刚才为什么那么刻意看王一东啊？向失败者致敬。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，中天娱乐台《一生一世》。